骑士领外套这一款一样是软料补款，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很挺，它穿起来就是挺挺的，让你觉得气势感很足够。这两条要干嘛呢？其实你收起来的时候可以把它扣起来，但是平常你不喜欢这样垂掉率性的感觉，直接把它抽掉就好了。这一次我们做的不一样，它是假的口袋，然后呢一样是骑士领边给大家。长度的部分呢，先跟大家讲正常衣长，好，然后呢不大不小，不宽不长不短，好，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骑士领，所以没有说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短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所有的身材比例都可以穿。然后手袖一样哦，就是有帮大家做一个夹口加宽，所以各位如果未来穿一些什么公主袖啊、蓬袖啊、短袖啊、T 恤在里面，都不会这样 KK 的感觉哦。骑士领已经很少见了，更少见的就是黑色牛仔。好，黑色牛仔不用担心它很重，一样是软料薄款的，它是牛仔黑，所以它不是整个雾黑，它还是带有丹宁的存在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已经买了很多蓝色牛仔外套，这一次你不妨可以尝试全黑。第一个又瘦又好看，我觉得又瘦又美，长度真的很赞哦。